曲都是我们的新歌，还是新歌，就是一首是俄罗斯轮盘，一首是周日午后的妇女时间。那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已经把这两首歌的 MV 拍完了，那所以大家也许过一阵子两三礼拜后可以在网络或者是看看电视有没有，对，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作品。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就是继续 follow 我们，因为我们会有很多消息很多活动都会陆续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好，好，那我们再唱一首新歌，叫做 Happy Together Without You。 Randall